月八日，孙怡八字胎退文回应频繁上热搜，称自己没买过也不稀罕上热搜。他反驳网友道：麻烦你们有点脑子，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我买热搜了？证据呢朋友，嘴欠。而对于某些带节奏的大号，孙怡更直接开怼说：缺德，蹭热度没这干的好吗？最后更直接了当摆明态度，我就攻击你了。而孙怡在评论中也重复声明道，自己全家老小都没给他买过热搜，顺便也回应了有人说没看他的剧，他咖位不够的说法。我只能说，我以前、现在以及将来都会努力好好拍戏，拍好作品让大家认可，谢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